皈依法身身世世永不堕恶鬼，皈依身身身世世永不堕畜生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。
Oh.
长生为相祈愿文，慈悲伟大的佛陀，今天有众善男子善女人等齐聚湄南河畔举行放生仪式，祈愿借由三皈依功德利益回向给所有受持到众生，让他们能够业障消除，离苦得乐，往生三善道，亲近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慈悲伟大的佛陀，祈求你加倍让今天所有参加者、见闻者、随喜者、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各个眷属阖家平安，身心健康，让他们事业能顺利通达，尽财广进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所求如意，自在吉祥，在学佛路上能少烦少恼，业障消除，禅定增长，智慧增长，慈悲增长，让他们都能够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能弘扬佛法，广度众生。也祈愿慈悲伟大的佛陀能加倍泰国境内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经济繁荣，盛举稳定，世界和平，不再天灾人祸，更祈愿太皇陛下建功康泰，万寿无疆，愿将一切功德利益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能离苦得乐，亲近三宝，修学佛道，圆满无上菩提。祈愿慈悲伟大的佛陀接受弟子众等至诚的祈愿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